兄弟们，送女朋友东西一定要学会抓住她的需求点，这样永远都不会出错。宝贝，可以出门了吗？别说，我这眉毛怎么都画不好。每次出门难道是素颜都画十来分钟去画眉毛？张家黄，有点。就说画眉毛，怎么画的？为了让她解放双手，每次出门不要那么暴躁，我决定。去哪？快过年了，送条眉毛，早就把你约好了，进去吧。她现在在设计眉形。他现在开始纹眉了，待会就是个有眉毛的人。现在老师在教他怎么护理。我有眉毛了，你这个礼物真的送到我心坎里去了。我觉得很自然，很适合你，真的。我也觉得。让他解放双手，当然不止不用画眉毛了，还有不用洗衣服。过来，给你准备了个东西。内裤机。以后你的东西直接丢进去，解放你的双手。我连这都可以偷懒，我以后还能干啥？顾着享受就行了。所以说爱是动词，行为才是最好的说明书，让他解放双手也是一种爱他的表现。有心者永远都知道女生到底想要什么。